我觉得这一件不论你是搭裤子，可以遮到屁股你最想遮的肉，就那么刚刚好。所以呢，长度大小表现上，我觉得超级完美的。它呢，我们有分 S 号跟 M 号，那你们都可以自由选尺寸。像是双织，所以如果你常常有饰品耳环勾到的话，基本上它不易勾破，不易扯破。然后呢，质感非常非常的柔软，非常亲肤，没有带任何一点的毛，长不会偏长，短不会偏短，就刚刚好穿下去，瘦瘦的，若隐若现的，你要上班族穿搭或是办公室穿搭都没有任何的问题，也不会到那种很透，因为来到九月也不会做洞很大，它就是双织的，所以呢，真的非常非常的实穿哦。我要提醒大家，喜欢罩衫的人可以多买个一到两色，因为它的长度我也很爱。